放掌，有道是一句弥陀养圣胎，娑婆报尽佛亲来，放光接引西归后，脱脂莲花含笑开。那个我们念佛啊，要具有深信切愿不屈不挠的精神来念佛。无论呢碰到什么样的一个境界磨难我们都要坚固自己的道心不要被境界给拷打。这个呢是真信切愿的一个表现是完美的表现。那么今天早上我接到澳洲净宗学院给我一个电话，说我们那个有位师兄啊，上悟下妙法师昨天啊往生了。那么我今天整天都在处理这方面的事情，我们来讲一讲他。他是图书馆早期的一位法师，是比丘尼，很得老和尚器重。在道场里面要被师父请去就是讲经啊，师父要求他学讲经这个女众的比丘尼，那是我是听到他是第一个他理路明晰对于经教信解明记都能够做得到是一位非常难得的一位出家人。那么他不光对于经教能够明白这不是只有我肯定的我讲的，连和尚也知道他有这方面的这个我们讲的善根这个能力。那不光会讲经煮饭这个大寮也是由他负责的，寮房长也是他，然后这个排版你们看到的现在全世界流通的这个认识佛教三规传授还有净业三福跟了凡四训就是那本很厚的那本修福积德照命法那个都是由悟妙法师做排版的这个在我们道场是三个这四本是最基本的一个流通书，到现在流通到全世界去是我们的基础的书籍的必备的书籍，所有的库存没有了，但是这三本不能没这四本不会没有的都是由他这样排版出来的跟大家结缘，所以那个功德非常的大那么在12年前他生病离开了他现在的常住香光净宗学会那回他家去养病，没想到这个病越养越大那么在病中这十几年的一个磨难始终道心不退都能够坚持自己的信愿坚持自己的佛号甚至旁边的人不一定会鼓励他也会有一些冤亲债主出现来我说冤亲债主不是指无形的有形的磨磨他考考他他都能够坚定的下来。到昨天昨天
他的信愿都非常的坚固，他说我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去。他说哎，这个没有去呀、这阵出家会很惨啊。所以呢，一个人到临终这信愿都还坚固啊，经过病苦的磨难都还是能够保持对佛的信愿，这信愿不是从外面求的，不是从你听讲经而来的，也不是从看经典而来的。看经听经我们在佛法四缘里面四种缘，亲缘、所缘缘、无见缘跟真上缘，这四个缘里面三个要靠自己啊。听经讲经这是真上缘，帮助你了解而已啊，自己要发心啊，自己啊要能够啊觉悟啊。我们讲的再多，你的信愿如果是从外来的从法师那里来的，那不会坚固不会有成就。所以往生之有无啊，皆凭这个信愿的浅深，品位高下是依靠持名功夫的深浅，也就是说你烦恼断了多少。所以呢，悟妙师到临终前都还是能够确立自己的道心那病苦很苦没办法呼吸这个你们把用手把自己的鼻子捏住看看它是可以，它没有捏住，它是可以呼吸的，呼不到空气那种感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都还是坚固自己的信愿没有一丝毫的退转这个就是往生了到极乐世界最好的一个证明我们判定一个人能不能往生，除了瑞相有的人烧出来有舍利或是有人梦见，或是有人在助念的过程当中亲眼看见佛来迎接但是呢，这些都还不足以为准则。最重要的准则就是这个王者他自己的信愿坚不坚固，对世间放不放得下对世间身外放不下身外放得下，这个身也要能够放下你才去得了，不能执着这个身是我那还执着我所有的这个就不行了。广钦老和尚讲他说执着这个世间呢，乃至于你执着一根草都还要再来轮回，都还要再来正受身草身外之物何况是这个身体所以呢，有病苦更要坚固自己的道心所谓魔多凡死道心坚你要能坚固的下来，那就是下面这一句：迷云障雾重重过，你的这个业习如同迷云覆盖你的真如本性，让你不能成就不能见佛见佛就是见性，那就这个迷云障雾重重过你要坚固你的道心你这业障才会消，佛性才会显现的最后就是你的烦恼习气的消尽瞥见沉潭月影远这是形容见性成佛的一个境界这个句子相当好所以呢，我们念佛的人要以妙师悟妙法师做好的榜样
这个十几年下来，有人说啊，他大概会退心吧，他没有，因为这十几年来我都有在关心他，从我在家到出家，到现在神座，我们都有联络，他的修学的状况我非常的清楚，他的信愿到后来没有退失，坚决求生净土。那医生在他前几天还问他，你要不要做气切啊？要不要再延长你的寿命？他说不要了。他跟他妈妈讲，跟医生说不要了。他要到极乐世界去，万缘放下，没有一丝毫的贪着。那临终的时候，我另外一位师兄悟玄法师，在他的旁边，提醒他，教他要有正念，要发愿求生，佛号不要间断。那悟玄师也是相当了不起的人物啊，这个对每一个人都恭敬如佛啊，也是我们僧团里面相当优秀的，师父也赞叹过他。所以呢，今天呢，拿悟妙法师的例子供养大家。那么最后，我们把这个念佛的功德回向给他，希望他能够怜悯增上，成愿再来。那麻烦我们的乐众打回向偈，回向的时候就是愿以此功德回向悟妙事，把庄严佛净土真的去掉。来，可以把它录起来。没关系，我来起枪。我起枪也是他教的。他教我拜拜，一个一个音的教。等他生病的时候，他教给我，我来起，我供养。好，压起。
因为作为菩萨的回向，我们希望他这个连开九品成愿再来，我们就讲到这里。